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，恩典与真理。亲爱的多斯蒂，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我是童真。我们这个真诚二人组呢，在这里来主持这个节目，也以真诚的心呢，欢迎你能够在我们的当中一起来听，一起来互动的。真的，不过我们很多时候呢，可能都会遇到一些不寻常的事哈。嗯，那怎么去面对呢？嗯，其实呢，每一次我们就是说能够坐在这个录音室来去一起来去分享的，我觉得都不是那么说我们一帆风顺的。有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事情，不同的一些的影响，但是呢，我们能够照样的播出去呢，我觉得这是主的恩典呢。是啊，在公。